日久生情派的请比脸加一星，一见钟情派的请比脸加一星。你们都是一见钟情派的哦。你当时是王静也是一见钟情。我觉得一见钟情对我来讲就是感觉啦，就感觉对了，那就是一见钟情。顶多最多应该就我想你，应该我觉得每天都需要讲这个话。你们对粉丝讲一些撩妹的情话，我们让粉丝用尖叫声来决定到底谁胜出。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甜食，因为我可以做你的舔狗。好不好？我很努力耶。罗君硕表现有被邀到，请尖叫。张超，你要加油哎！好难，你可以先挂点了。我等等想上一堂课，想你的每一刻。恭喜曹耀明胜出！我等等想上一堂课，想你的每一刻。完全是人的问题。不会啊，他是天才的。我回去再努力，多努力一点。所以两个是一家都是会讲这种情话的。真的不好像不会耶。对啊，你平常不会吗？那你都讲我我。是肉麻的，顶多最多应该就我想你。哦，很可爱。对，我想你。最近很常讲吗？应该我觉得每天都需要讲这个话，传递心意。日久生情派是一见钟情派呢？日久生情派的请比脸加一星，一见钟情派的请比脸加一星。你们都是一见钟情派的哦。哎呦，你当时是王静也是一见钟情？我觉得一见钟情对我来讲就是感觉啦，就感觉对了，那就是一见钟情。对，这第一印象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我觉得算蛮重要的。最在乎哪一个？比如说有些人看眼睛啊，有些人看……我觉得不太一定的，有时候是那个频率哦，一个氛围的感觉。我觉得不见得是一个眼神或什么，一个频率舒不舒服，那个是对。